大家好，我是永通汽车伟星，今天要为各位介绍这一台是2013年11月出厂的进口尼桑的 RUG， 大空间，而且那马力也很大，更重要的是在于你的预算。同样是2013年，如果你是要买 RAV4 CRV 的话，预算要提高到大概30到40以上，这台大概不用20万就可以让你带回家。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台尼桑 RAV 的外观，白色，整个车灯都没有任何的一个雾化，非常的漂亮。车头的水箱护罩也非常的流线，左侧、右侧、后面几乎没有任何的刮伤以及使用痕迹，非常的漂亮。后车厢部分空间非常大，所以你要做的车速的非常方便使用。那右侧没有任何的刮伤，所以说2013年里程数大概跑10万公里的 RUG 值得推荐给你。车内呢，我们要先看它的里程数，100143公里，一年开不到1万公里。它的安全气囊的配备哦，首先它是驾驶座、副驾驶座、衣柱两侧、椅子的两边也都有安全气囊，所以这台车有6个安全气囊。方向盘这边呢，还有配备一个定速的功能哦。前端如果安装个多功能的 Android 的一个萤幕，那就是导航，或者是你要收音机或者蓝牙音乐都可以。那包含它有一个方便使用的一个倒车影像的部分，冷暖的一个空调，自排变速箱。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，你们真的是全厂车辆都做认证吗？连这个11年的这个修旅车也做认证？我说对的，2013年的尼桑 RUG 认证在这边 ,DS 车辆的认证书认证合格，它是2013年11月出厂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车身的外观，没有任何机要，车骨的结构也没有任何机要。2013年11月里程数开10万公里，全车原版件。最后一样帮各位做个总结，如果你的需求是预算大过于一切的话，你要包含保险、税金、保养的话，那我真的很推荐你这一台2013年11月出厂，全车原版件，通过 YES 认证，它的车价20万或者说20万有找就可以让你带回家。那如果你喜欢这台车的话，欢迎跟我联系，我的电话号码是 0912-021-458， 欢迎预约赏车。实在就是 SUM。